他不是不走吗？他带了，他带了。你还是把东西带了，你待会儿还待会儿到。不上了，不上了，不上了。这个你肯定要带。你要画吗？对啊，画了，画史泰龙。画一个史泰龙，他们都说我长得像史泰龙。这是一个褒义词。牛啊！天哪，完了，君和史泰龙。哦，我有铅笔打草稿，我怕把你画很丑哎。没事，你就随便画，你画的我觉得都好看，好不好？你都没见过我画，就打我。哦，画的真好。哦，画的好。尹飞还在哭。这个是一直陪伴我很久的小黄人，现在送给你，希望你不要太难过。谢谢。好可爱，真的是一群小朋友。哎呦天哪，希望你们也能帮我照顾好尹飞，不要让他太伤心难过了。调整一下情绪，不能被新人看到我们长成这个样子。这时候还要在颜值上。我们两个别的人分一组。你以后工作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不是每个人都像辉哥一样的，好吧？你肯定真的这个，你要是尝试接触不同的人。收到。好吧。收到。对。希望你们之后剩下的六个人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君和的 offer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辉哥，以后在15家诉讼律师上看到你。好，不是以后15家律师，我们当中就占了8席。